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人在那个华裔的现场。我们在现场的时候，我们在桌子上面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白蛇呢，它抓到一只白老鼠。白老鼠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先看一下现在现场镜头。哦，我们看到了白老鼠呢跟蛇在一起。好，那我们再访问一下这个，你要访问他整个事件的白蛇。好，他什么时候该吃饭啊？你什么时候该吃饭了？他什么时候该吃饭？该吃饭，现在。多久？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吃一次，所以这是他一个礼拜之后的一个正餐呐、啊。他慢慢的找位置把它吃下去。那吃下去之后，一个礼拜才会再进食，对不对？那大便的话，每天都会大便吗？有吃才会大。有吃才会大，所以他现在的身体是会每天大，有吃才会大。对。所以今天吃的什么时候大？明天或后天，啊，这就不大了。过来吧，啊，没吃啊。所以这条叫什么蛇？差点讲成什么狗？草蟒啊，球蟒啊，球蟒。他现在多大哈？四岁，四年了。你跟你们下地狱，啊、你真的下地狱。他的船烂，他传给谁？群主，蛇的群主啊？不是，我们自己也是个蛇。